日咧就系超级杯举行嘅日子，呢场赛事咧将会由两支冠军级嘅球队合演噶。对好多人嚟讲，呢场波有好特别嘅意义。而且呢一场波咧亦都代表住球季正式展开啊！相信大家都竟然系急不及待，等唔切要睇呢两支劲旅一较高下噶啦。呢个球场嘅气氛咧，令人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啊！英格兰国歌响起，嚟啦！佩奥尔弹埋门嗰下啦，入咗网，呢个波入咗啦！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咧？佢直头好似同对手后卫玩游戏咁啦，啱啱好 timing 一突破，就咁打破咗呢个越位陷阱。咁重要嘅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嘅。咦，控得几靓，救得好啊！喂，餐屎啊！入波，入波。龙门真系点都挡唔到噶啦，个波成个飞弹咁飞埋嚟。呢个波真系一流啊！你睇下入个波嘅位置，绝啦！这波的形势真的不停地变紧啊！这样失波真的很难顶嘅，有机会射了，解围成功，有冇机会打反击咧？呢球波啊，直接飞去个龙门只手度嘅。巴治奥埋门，呢脚波比得好嘅，射失咗啊，有多少可惜啊！呢种比波啊，够晒效率啦，不过可以再做好啲。跑咗好远下咯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试下扼埋去啦，有机会埋去射佢，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史高斯开俾近嗰、那个，睇你呢下啦，入啦，入咗啊！呢、這个波搞掂，呢、這个波入咗。呢球波射得靓咧，就系一控落嚟咧，好似已经完全知道晒一阵间会点做噶啦。
曼联领先。呢队波咧就擅长进攻啊多过守嘅，不过而家睇落咧系时候踢得保守少少啦。射门啊！射歪咗，话佢一啲都唔犹豫，喺中间咧咁样扭过对手，可惜最后一脚咧就争啲。比斯。听到鸡声啦！上半场完，我真系谂都冇谂过佢哋可以咁样反超前嘅。睇嚟球场里边嘅观众都同我一样啊！好啦，我哋到半场休息时间。上半场啊，够晒睇头噶啦，咁希望下半场都 keep 住咁好睇，咁呢场波咧就可以叫做成为经典啦。曼联目前领先一球，呢场波够晒睇头。比赛最后的45分钟，而家开始，都是时候试多啲花神嘅啦，不妨可以试下喺中路俾啲长传啦，俾啲唔同嘅攻势，睇下可唔可以咧俾到波前面嘅队友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嚟啦！呢球点咧？入得好靓啊！入埋呢球啊，安心啲。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系冇分别嘅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咧，好心你应该 mark 对佢实一实啦。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而家两队啊，相差两球啊！想要嘅第二球，哇嚟就嚟啦！睇嚟呢场波佢哋都赢紧啦。个波而家喺比斯度，佢就唔会咁容易认输嘅。睇下佢一阵会唔会再试多次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掂唔掂咧？个波会去边咧？轻轻撩高个波，解围做得唔错，反击啦！巴治奥喂脚直线，一个长传啊上前场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，俾人捉到越位啦！哇！爭好少，可能爭一個腳位嘅啫。不過越位就係越位啦。嗱，要讚咧，佢意志力應該幾好嘅。不過咧，有心無力啦。教練換佢落嚟都啱嘅啦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過到人啦，好機會射佢啦。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哇！佢可能有諗過咧，之前咧遠距離咧就起腳嘅。不過既然有能力突破對手防線啊，帶埋個波去龍門口先入啦。教練向佢投咗信心一票啊！嗱，後備上陣有咁嘅著數啊，其他人開始攰咧，佢啊體力上有優勢啦，換得啱咯。已经领先到三球啦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时间够，曼联攞到呢一个冠军咧，就可以话喺佢哋开季之前系打支强心针，对球员同球迷嚟讲咧，都系好大嘅鼓舞嚟噶。曼联赢到个杯赛冠军，系佢哋球会嘅重要时刻啊！
Thank you.